大哥，你给我站起来！你说你这几年卖点西瓜，挣点钱，你看你把你一个女人容易吗？一天给你生孩子、做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、骨干，你行了，别哭了，我这词儿都咽里了，是吧？停！哭啊！停！驯兽呢？你们都给我哭迷糊了，你知道吧？坐着，来来来，给你给我坐着。老四，我就想问你，我的聊天记录怎么能跑到你家电脑上？对呀、啊，你的聊天记录怎么能跑？他啥时候去的呀？问谁呢？大哥，这事还得你说，我还想问你呢。你说吧，是不是你怕你媳妇啊，盗用我的网名去跟人瞎聊去了？大哥，我有你这么大能耐吗？编的多好，编吧。不是编，老伴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老四啊，你看是正事儿。有一次我上你家去了。咱俩喝酒，喝着喝着，你说菜不够，你要去买两个咸鸭蛋，有这事啊？我等了半天，你也没回来，我也不是在那等鸭子下去吗？我说，你就是下出来，它也不是咸的，咸不咸不行，我等了半天，我仔细一看，那是公鸭呀，我一看，那会儿你干啥嘞？我待着没事，我就在你家上上网，用我的家电脑。对，嫂子，岔劈了，岔劈了，岔劈啥？那不都看鬼吹灯看的吗？都会编故事了，编的有条有理的。行，王满田，我今天呢看透你了，你真能耐，出息了，咱俩到此结束，离婚。媳妇，撤，停。咋想的，老四？你们两口上我家来干仗，把我们俩活聊起来了，你嫂子放大招要跟我离婚了，你们俩收工了，有这么干的吗？那我正常应该怎么干？帮我圆呗。咋圆呢？你撂他干啥？小纯纯，你看着没，这都整上门来了。大哥，你快点出去，快！哎，我出什么去？我出啥了？让你说，上这一会儿安排完了。来，安排啥呀？是老爷们，你当面接。还得嫩脸皮呢。喂，你谁呀？王大哥。哎呀，你小声挺甜呢。你胆大，你过来，我给你倒地方。你来呀，我跟你拼了！你有点素质行吧，你就蹦得再高他也看不着。王大哥，这素什么声音啦？刚才呀踩猫尾巴上了。你谁呀？王大哥，你忘啦，我们在网上聊过。哎，你不是花好月圆吗？我是买你西瓜的小纯纯。哦，你是要买我西瓜那个呀？对呀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，要买你20000斤西瓜，你还说要给太太一个惊喜嘞。哎呀，那个亲呐，当时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跟你聊半天，后来你也没理我，我寻思你就说搭了嘴话呢呗，我就隐身了，缩水里去了。哎呦，真是我们也不好意思了，我们也需要和合作伙伴商量一下。这样哈，瓜的事情定下来了，现在把你账号给我，我这就把钱给你打过去后。哎呀呀呀呀！欧了，亲呐，别忘了收到货之后给我个好评啊！好嘞，么么哒，么么哒，听见没？啊，还吵着不？大哥呀，就这么的，就这西瓜就在网上就卖出去了？那可不，你怎么没那能耐呢？你啊，你让我上网吗？弟妹呀。咱们现在农民呐，有了这么一个好的销售平台，咱们得利用上。以后你们好好学着点，别老一天净整那没用的，听见没？
对对对，亲，走，么么哒，干嘛去啊？回家上网卖西瓜。但是我有个要求，你必须得给我安个视频。我给你安视频干啥呀？咱俩回家直播去。亲，赶紧摘西瓜去，么么哒。幺，哎，在哪儿高就啊？我呀，啊，嗨，哪儿高就？我就这个小区物业高就。一直在物业干呢？对对对，我一直在物业干。啊，我最早吧当兵，不是当兵，当兵，你当过兵啊？啊，我当过兵啊。我也当过兵啊。哎呀，您也当过兵啊？你哪年兵啊？我90年的兵。我88年的。哎呀妈呀，那老班长，敬礼，还礼。哎呀哎呀，跟杨教授，哎呀，战友战友战友，绝对战友。太巧了，老乡，是这样的，兄弟，不是，你那其实我也当过兵，你也当过兵，别拉倒，你啥时候当过兵？我怎么没当过兵呢？我是89年的民兵啊，民兵啊，民兵也是兵，对对对对。哎呀，老乡，哎，你在部队是干啥的呀？我工兵连挖地雷的，我侦察连拆地雷的。哎呀，哎呦，那咱们差不多啊，我是民兵。做鞭炮的，鞭炮啊，这都是火药系统的嘛。哎，对、哎、既然都当过兵，这个饭可就不能这个吃法了。哦，那怎么吃啊？咱必须吃出点兵味来。可以啊，来一动，按部队的规矩走。来呀，你是班长，你下命令啊，集合，向前。向前歌，早起，立正。饭前一支歌，团结一百张，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有力量就坚，有力量就刚，比天还硬，比钢还强，向着海的自己开火，向一切方式就是走得好，向来向着就向着运动方，向着万家花花。大队长，干干干干！王总 啊，今天咱都痛快了，咱是不是该谈谈咱项目的事儿了？必须谈，战友之间必须谈。谈。哎呀，就是你这个档次啊，咱是不是再琢磨琢磨呀？要我说根本就不行。哎，说什么呢你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快知道。别，都是战友嘛，都有发言权。不是他。那我就说话了，说，你这个档次那么高，谁买呀？对不对？咱们这块啊，总共有3个比较大的社区，哦，都是工薪阶层。现在这个地方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买东西比较困难，所以我建议您在这儿盖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超市，买卖肯定好，是不是？咱这样，大到家具，小到挖耳勺，样样俱全。最重要的是您这个产品的质量必须得好，而且它还可以电话预约送货上门，既方便了大家，您还能赚到钱。您放心，只要您跟消费者掏心窝子，消费者都不舍得让你赔。此处有雷鸣般的掌声。行难之中见神奇，这是买卖。小钱儿，哎，你的意见呢？我的就这么定了，我决定了，这个资我投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好，谢谢。不过我有个条件啊，你必须给我当顾问。哎妈，不行，我当啥顾问？我就是个物业。对，我大姐我都干不了。对，哎呀，这顾问下边就没什么职务。那就算了，要不你直接当 CEO 吧。等会儿，不是他
那个什么了，我要往哪塞呀、啊？你不是这样，王总，你看啊，这 CEO 啊，还是让我妹夫的。哎，我给我妹夫啊当个顾问，这行不？行，只要你能去啊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您别放心，要不这样吧，啊，咱现在就实地考察考察去。可以呀、啊，走啊，这我熟，我带您去，好吧？啊，哎呀，哎，等会儿，小强，哎，给顾问拿包啊。他没包，我有包，我有包，有包。哎，王总啊，这片地理环境还是非常好的。哎，小妹夫，妹夫，拿着，把它送垃圾桶去啊。好，王总，请。好，走。我是 CEO， 你们见过 CEO 倒垃圾的呀？我是 CEO。怎么回事？长上了？哎呀，怎么的了这是？啊？这谁家呀？怎么这是谁结婚呢？沙发是我家的呀？怎么回事？媳妇儿在哪？媳妇儿，哎呀妈！妈，吓死我了！怎么还有灵堂呢？谁把我照片供上了？不能吧？难道说我屎了？喝酒喝屎了咋的？不能！说死人没有体重，我称称就知道。照片挂哪呀？这个是挂原来的地方就行。哦，刘建光，你个王八蛋！你，我拿你当最好大哥，你娶你弟妹是不是？啊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然后你看这俩偏吗？这俩的不偏，正好。用调整一下吗？不用了。你是人吗？你怎么又哭了呢？你这不落井下石吗？又想他了？没有。那不行，那咱俩拉倒。你跟我那时候，我也不怎么同意。不是，什么玩意儿？你别告诉我，你主动追的他。老刘，你别生气，我是爱你的。我一直在琢磨这事儿，我比你大这么多，你到底爱我哪？你爱他哪呀？这。我不就爱你不喝酒吗？人也比较听话，成熟。主要是有气质。我呸！你瞅你这熊样吧，你还真有气质。洋洋，啊，哪个窗没关呢？怎么进来赶风呢？还有风？没有风。
老刘啊，嗯，明天咱俩就结婚了，你还有什么想交代的吗？明天就结婚，你这么着急啊你啊？洋洋，我现在我就想让你亲我一口。行，等明天正日子对吧？一样吧你。我现在有个事要说，当时呢，咱俩结婚呢，你同意了之后，你不说把这房子产权交给我吗？是真的吗？真的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给他那是我一分一分挣来的，给他干什么玩意儿啊？你放心，我都给你啊，老刘。我老刘，我还有个儿子呢。送孤儿院去呗。你太不是人了，你畜生你！爹的不好，怎么也是我的骨肉啊。你就收下他吧啊！那个原来准备起名叫什么名？叫田小亮。要随我姓，叫刘大亮。不行。可以。崴的，摔的，先崴的后摔的啊啊！对。那个，我想问问，你当时是怎么就断了呢？啊，一个不小心。怎么个不小心呢？断都断了，你问这么多干啥呀？不是我要知道。是经理想知道详细过程，啊！当时就是我上班的路上嘛，我看你一个老大娘踩西瓜皮，然后摔了，然后我过去扶她，我劲儿使大了，然后就断了。哎，你朋友圈发的是扶老太太上车的时候断的，啊？对，那个救护车来了，大夫护士的，我得搭把手啊。然后我扶的时候我就没注意。我明白了，事情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当时老太太是踩西瓜皮摔倒的，你扶老太太等救护车，你往上扶的时候你没有注意到那块西瓜皮，你又踩了西瓜皮，把脚给崴了一下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不对，你是摔断的，不是崴断的，先崴的后摔的，你等会儿我再捋一捋啊。当时应该是这样的，你扶老太太上救护车，当时你脚已经崴了，但是老太太还没上车呢，你忍住疼痛把老太太扶上了车，扶上去你得下车呀，你下车的时候你又没发现那块西瓜皮，你又踩了西瓜皮，摔了一跤，彻底把腿摔断了，先崴的后摔的，对不对？小斌，你这逻辑是真强啊，就跟在案发现场一个样，咱这智商啊，对吧？对吧？哎呀，你说坐这么半天了，你家也不给口水喝啊？啊，给拿水。不用不用，不喝，喝点。别，老公，这水放哪儿了？就在厨子里边。哎，不用，放那去。放哪儿了？笨的，就在这儿呢。不走，谢谢啊。喝水啊。腾飞啊。啊。你这是好水呀，水君贵族百岁山啊，这个水可不一般呐，不仅源自自然，而且口味甘甜，还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烟硅酸，真是水中贵族百岁山。广告啊，吓我一跳，回头给赵斌拿一箱啊，让他体验一下贵族的感觉。你看这案情你也分析的差不多了，那爱心也让你给捐了，你是不是该走了？啊，对，行，那我走了，慢点走 啊。我还走不了，我还要恭喜你，咱们总经理说了，今年的先进呢，给你了。咱俩在一块这么多年，年年先进都是你的，今年我业绩可算比你好了。没想到啊，在这关键时刻。你用一条断腿，嘎巴，又给我踹出去了。哎，经理说了，不光先进给你呀、啊，把你这事儿作为典型和总公司汇报了。这条腿断得好啊，那这条腿要没断呢？这时候了，没断，经理也得给你掰断了。断了，彻底断了。你说你这个腿断得真是……呀，来人了，来人了。你这腿断了，你这是？请问你家有人腿受伤了吗？有。您是？我就是他昨天扶的那个老太太。哎，大娘，你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小伙子，昨天谢谢你啊！他们说你腿断了，你这脸咋还卡了呢？是干嘛？大娘，这昨天扶你的好像是我。啊，不是你呀、啊？啊，是我就好了，是我。大娘，哎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？
我没事儿。我听他们昨天说你腿受伤了，严不严重啊？不严重。咋不严重啊？都断了，看不见呢。啊，都骨折了还不严重呢？哎呀，这都赖大妈，要不是大妈呀，你这也不能这样。来，这是大妈的工资卡，不够啊，大妈再去借啊。大妈，这工资我不能要。哎呀，你就收下吧，你就收下吧，要不大妈真不好意思。我这腿它没断，你看我腿好好的，我还能挑的，一点事儿没有，看见没有？那你咋还能坐轮椅呢？那轮椅它不是我的，不是我腿断了，是他腿断了，我给他买的，他上我们家来取轮椅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也不对呀，他腿断了，咋还能取轮椅呀？啊，他现在没断，他一会儿取完轮椅他就断了。反正我这腿没断。大妈，这钱我真不能要，心意我领了。你呀，回去好好休息啊，千万注意，别再自己拽了啊。那没事啊，没事儿，我走了啊，没事啊。哎，这小伙子真是好人呐！慢点，大娘。谢谢大娘。要不你推回去，以防万一。以防什么万一？我以防万一啊！两口子行啊。崴了个脚就说腿断了，赵斌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朋友圈是我发的，我就用点夸张的手法，没想到那个影响你评先进了。你看，赵斌，这事儿我给老板说，先进还是你的，你的。腾飞啊，咱这个先进呢，评不光是业绩，那也得是人品。对，这事儿我做的不对。哪不对呀？扶大妈不对呀？这先进又不是因为你腿断了才给你的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腿没断，你的这种行为也配得上先进。放心，你这事儿我不跟经理说，你也受伤了，好好在家养养。明年呢，我再跟你争。走了，走了。张斌，那你慢点啊。没事，走了，走了。别。你是不是虎啊？你都多老大了，你都当爹的人，这事你咋不理解呢？你咋想的？现在就改口了，都叫大儿子了。看来我得走了。大儿子，你要走，我快点走。不是，等我走之前，别说我儿子。我走之前呢，我得说几句话。大儿子，你听妈的。老弟呀。你哥要走了，你看着没？咱爹他妈要送我走了。你要干啥你就说。我要走。此时此刻，我才了解你大孙子说的话。他说的对呀。等你俩要我二胎之后，你俩就该不爱我了。你都那么大人，这点事儿你还不懂吗？我是活不了了，反正我是这么想的。爸，我就跟你这么说，你说他小的时候吧倒行，等他上学的时候，你送他上学去，人家都寻他爷爷送孙子上学呢。这一到学校门口，他一喊嘿爸爸再见，你让他的颜面往哪放，你的面子往哪高？到他上学那会儿啊，这个活就得交给你去办了，我就不能参与了。我是不给你抱你兄弟上个学，那算什么事儿呢？我不是的，我不想活了，我不想活了。你不想活，你快点！这样的孩子呀，你呀！妈，你等一会儿的，还没到时辰呢。爸，我临走之前，我就想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得如实回答我。你快点说，我长得像你不？废话，不像我出问题了。你大孙子长得像我不？特别像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咱家的我爸的这边的基因特别强。这是最恐怖的。你说你这要是给我生个弟弟，你说等到成家立业的时候，你也知道我娶你儿媳妇的时候多费劲。这你要给我生个妹妹，长得还像你似的。我是不敢想了。你干啥呀你？哪有像你这么琢磨的？爸，你啥意思？到底干啥呀？别拦我，今天我就带着我就走。爸，今天我就走。你那，妈呀！我今天我就说好。啥呢？大王来了。不是，爸他干啥呢？怀了，不让生。
不让生？嗯，儿媳妇治的。妈，你别着急啊。妈，你别哭，别着急啊。下来，说饭。长能耐了啊？谁给你的胆儿啊？在家咋说的？啊？要的时候是不是经过你的同意？是。现在不让生了你，你啥意思？不是我啥意思？把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啊？我治不了你了。不是你不知道咋回事？谁家大王你不知道啊？我不要你。嗯。我发你变得可真快呀、啊！你这小老样，你一天变得那么快呢？不是你不知道咋回事？别说话。再说了，你儿子在家作我都够闹心的了。他小，我原谅他。你多大了？来作爸妈，你是不是人呢？不是媳妇儿，你给我别说话。该。你看你把爸妈气的啊！不是你，还不是，还不是，说话，闭嘴。妈怀孕了，撒谎！我发现你小超越，你越来越过分了啊！你编这瞎话说妈怀孕了，传出去让人笑话不？多磕碜呢！哪有你这么当儿子的？我发现你太不是人了，妈，他说你怀是个意外，嗯。你老两口子太有正事儿了也，那啥，你上去吧。不是，就肇事逃逸，就得3年到7年。如果你酒后肇事带逃逸，那最少得10年呢。妈呀，那我不就回不来了吗？啊，那还回来啥呀？老婆。媳妇儿啊，你别哭，咱目前的解决方法就是去自首，另外那人创啥样的还不知道呢，争取政府宽大处理呗。不能自首啊，老公，那自首了我不就回不来了吗？啊，媳妇儿，你放心吧，就是你进去了，还有我呢，我会照顾好孩子，会照顾好你爹和你妈，别说10年。就是20年，我也等你。你真等我呀？就是有人看上我，我也不能拒绝。啊？就是看上我，我也得拒绝。哎呀妈呀！吓死我了！出点影响行不行？这看劲儿整，还整这事儿呢？是你们家车撞人了不？不是，你是谁呀、啊？我什么谁？被你们家车撞的家主。那个大哥，那人没事吧？啊？没事。啊，没事，没事就好了。哎呀，撞飞了，零碎了。大哥呀，飞了零碎了还叫没事呢？我说没事怕吓着你，这楼下我找了半天了，胳膊腿找到了，脑袋还没找着呢。哎，媳妇儿，你没事吧？媳妇儿，哎呀，缓过来了，没事吧，媳妇儿？缓过来了，咱这事儿得解决呀、啊，你们说吧，官了私了。妈，大哥，不是这事儿还能私了呢吗？咋不能呢？那个咋个私了法呀？拿钱呗。那怎么私了？老公啊，媳妇赔点钱就完事儿了，太好了。那行，拿钱行啊。那个，谢谢大哥啊。那啥，拿多少钱呢？对呀、啊，5万。
50万呢？哎呀，500万呢？大哥，这钥匙给你吧。啥意思啊？这是？不是你开车把我俩撞飞得了。要不说，您两口子可真会玩啊！怎么的？你想把我送进去是咋的？不对，大哥，我真拿不出这么多来呀、是没钱呢。我也没瞧你要那么多钱呢。那500万还不多吗？我说500就行，我啥时候要500万了？哎呦我的妈！这凭什么？500块钱！哎呦我的妈！这媳妇儿，你这我不是做梦吗？疼疼啊！媳妇儿啊，不是做梦啊，啥事儿啊？哎呀，大哥，你老敞亮了，胳膊腿都飞了，你才要500呀？是啊是啊！哎呀，下来我穿好像狗还得1000呢。累了。哎呀，别别。两口子说啥呢？乱马七糟的，你说你整这玩意儿？你们撞的是他？啥玩意儿？你这车开的也太快了，多招一下就干零碎了。我要500还多吗？不多，大哥，一点也不多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500不多呀，500呀，大哥，500，你查查500。哎呀，你两口子以后开车呀，可得注点意呀！你这得回是模特呀，这要是人呐，脑袋干没了，那不废了吗？对呀，对对对，两口子长点心吧啊！我去找脑袋去了。